了。第一位产生了。今天拿的很高兴，很高兴。这里来，这里来啊。第三个我觉得很完美。来，我帮你吧。开心小哥哥，你有太多的理由。勇敢向前走，你有很多的借口。潇洒跳个舞，今天你是主角。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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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向着快乐，向着幸福，向着阳光，向着明天走，向着明天走。快乐说不尽。如果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什么最美丽？蓝天白云最美丽，玫瑰牡丹最美丽，但在你我的心中，那些挥汗如雨的劳动者最美丽。自古以来我们都说劳动最光荣，因为劳动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物质的财富，同时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精神的收获。当劳动面带微笑的时候，这个国家是美丽的。当劳动是光荣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尊严的。当劳动成为热爱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坚实的。当劳动连接梦想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充满诗意的。当劳动者成为主人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伟大的。欢迎今天到场的全国38红旗手、54奖章获得者、51劳动奖章获得者以及全国的道德模范，让我们把鲜艳的红领巾敬献给劳动模范们。我们要从小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珍惜劳动果实。今天就是劳动者的节日，请欣赏菊萍姐姐演唱歌曲《劳动最光荣》。我们宁波拥有许多之最和第一，我想现场考考你们。怎么考啊？请上题板。宁波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宁波有特别有名的西服的品牌，电视广告包括大家认知程度都非常高。这个是对的。中国第一套中山装，我觉得应该是对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这是正确的啊。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那我就猜一个吧。你们都答对，那我答不错啊。蒙的是吧？啊，第一家汽车啊，出租公司啊，这个我来吧，我也选对。你认为还是知道啊？我肯定是对的。好，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中国捧回第一个国际博览会金奖。不能都是吧？这第一个错博览啊，国际博览会的金奖。我猜错了，是不是？是啊。是吗？我认为就是对的嘛。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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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了，我不改了。啥？国际第一名烟草书楼天一阁。有浙江人，我知道嘛。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一名。肯定对，对不对？好，对是吧？这些所有的名牌，所有的第一，都看出宁波人的勤劳。那边什么题？哇！我捐资助学第一人。好，小朋友答了个男装品牌。好。
我来答一个，世界船王。哇，船王你都知道？董浩云。啊，董浩叔叔。这你都知道？飞人肯定是。不能这样。没有黄伟，黄伟剩了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最没有难度。我剩两个，你知道吗？跟这个录音机，那就我就这么画上。那郑重南呢？就是排除法。排除法。最后一个就是这样。好了没有？好，请裁判。好。刚才通过一个小游戏，我们看到啊，咱们宁波有无数的中国第一。其实除了中国第一之外，咱们这儿还有很多世界第一。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呢，她就是宁波人。她的突出贡献就是创制了新型的抗疟疾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成功挽救了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现场呢就请来了许多这样的劳动模范，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让我们把崇高的敬意献给他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林平大姐，全国劳动模范，全国38红旗手，山区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林平大姐割掉了自己的胆囊，捐献了48%的肝脏给了8岁的小女孩徐杰，为奉化配型成功的5岁男孩小迪捐赠40,000元，让女儿王林为临产产妇捐献血小板。2009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林平工作室。那说到这里呢，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人们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都会视自己的女儿为掌上明珠。当遇到困难、突发状况的时候，为什么让女儿去这样大胆的去帮助别人，没有害怕过吗？有过，想过。她也在很无助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觉得她信任我，我一定能要帮助她。所以呢，当时我不能去捐献，就是想到了我女儿。我给我女儿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情况跟她说明了一下，然后女儿义无反顾的，就是到了那个医院来，那个为她血上血小板，然后呢，就是那个孩子也顺利的出生了。正是因为由于您平时这么多的帮助别人的故事，所以呢，潜移默化当中感染着自己的家人，感染着自己的女儿，乘风化人，引领成长。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场所有小朋友们的一个光荣的榜样。龚金川校长呢是获得浙江省劳动模范，也是最美浙江人。那龚校长在14岁的时候呢，意外的失去了右手，但是他40年呢一直扎根在乡村学校。有很多机会你可以离开这个乡村学校，因为我们知道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为什么您都婉拒了呢？那农村学校条件比较差，那么也需要老师去的，只要教书了，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够了。反正我教书还是我教的。这40年啊，我们的龚校长用他的独臂撑起了孩子们的爱的蓝天。我们代表这些学生们向您致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你们应该叫叔叔，钱海军叔叔，他免费自己购买电器元件，自己开车去空巢老人家里帮助空巢老人修理电路、修理电灯。这事情做了多长时间？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17年。他有一个手机专门是接这些空巨老人电话的，17年13000个电话，就是说每天至少接2个。那您能跟大家讲一下您出勤的时候这个时间，24小时最早和最晚？最早凌晨是1:49，最多一天接了21个求助电话。一天21个。我认为一天两天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大家都做得来，但真正的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个宣传，因为我们现在是形成了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组织，最开始是一个人，后来3个人，到现在为止30个人。我们希望如果有志的在从事类似工作的有电力电工经验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好，同学们，站在我身旁的张亚芬阿姨呢，她在2009年获得了我们宁波市10大慈孝人物。
2014年浙江好人的称号，这些年当中呢，他一直在帮助一对盲人夫妇，同时呢还资助贫困家庭，帮助了很多民工子弟的孩子们实现他们的微心愿。我帮孩子们实现他们需要的书，然后呢帮他们领到宁波来见见眼见，看看电影，买买球，来给他们实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这个心愿很小，但是呢我们的张阿姨都帮孩子们一一实现了，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莫大的安慰。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阿姨这样的宁波好妈妈加入你们的组织，为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的微心愿。谢谢您。崔平阿姨，她是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也是我们的全国三八红旗手。让我们的崔平阿姨呢给大家展示一些我们的这个科技的成果。海上呢，这个油轮会被别人或者是撞到什么地方，这个油就浮在海面上污染了。那么我们就发明一种新的材料，那它只吸油，它不吸水。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看一看。超出水哈，全吸走了，哇，全部吸走了。大家可以看，这个油全吸在上面了，但是水不会有，这个油可以挤出来，然后再次反复的利用。所以也希望小朋友们长大再发现发明更神奇的材料。我身边这位马园长啊，35年来他一直和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在一起，使他的园呢成为了我们宁波鼎鼎有名的宝运幼教集团，现在是5园一中心。宝运幼教集团的孩子们来向园长妈妈表达祝贺和敬意。这个五一节啊，可是咱们劳动者自己的节日。是的。过去说到光荣的劳动者，我们经常有这个八大员。哦。我想来考考你，你知道这八大员都是哪八大员？有这个售票员、邮递员，有这个驾驶员、理发员、保育员、炊事员、服务员和售货员。现在呢，又有很多新的职业不断的涌现出来。你比如啊，像这个家政人员，哎，啊，保洁员、电脑编程员，还有宇航员、城市规划师，还有心理专家、开网店。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的两位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主持人们，一起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技能大赛。大家好，我叫张平，我来自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大家好，我叫孙琪，来自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请各位主持人注意了，你们桌上的练功券呢有多有少，那具体多少几张就看你们了。预备开始。孙姐姐加油，看孙姐姐好专业哦。金龙哥哥特别专业。哇，好有意思。好，我们的第一位产生了。真的，你好厉害，你好专业。好，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还有两位。姐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准确性喽。计时开始。太认真了，这位小朋友，一点一点撵呢。您今天赢不了了。这位小朋友还非常认真的在数，而且这个点钞啊，哎呦，哎，停表。今天呢，我们海曙外国语学校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爱心义卖活动，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先看一看。
在青海的格尔木有一所长江源民族小学，全校都是藏族的小朋友。哎，他们呢现在有现代化的设备呀、黑板呀，但是呢他们没有洗澡的地方，没有电子的课程，所以今天我们的义卖成果呢就是要给他们献爱心，你们说好不好？好。我带的是各种手工制作的香皂，对，劳动最光荣，靠劳动来换取爱心款。哇，我想买。那你出多少钱？啊？你出多少钱？15元。啊？10块钱。你要吗？他出10块，你出多少？20。这就成交了。哇，成交了！谢谢你的爱心，来，谢谢你，我们已经捐了。小潘，你看这朵朵好看吗？小朋友们，全民飞地到这来看一看了啊！这个是喜事，我们来走分，这是什么？太阳花。我们有大超了，我们有大超了。来来来。这对米皮兔啊，它是鄞州区的吉祥物代表。您起拍价是多少？100块一对。我出100，我出200。还有其他的吗？300，小妹刚才300的。我出350。400。这位朋友出了400元。500。这位朋友出500。600。成功。2、3、4、5。这太好了，捡到一个粉红色的钱包。我们吃完了，十房，还是外国人家十房，对，十房的是100元，捐过了吗？530。太好了，十房530。有请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的薛瑞芬校长和宁波少儿频道的江贤总监上台捐赠。这次爱心义卖共筹得了爱心款14269.40元，谢谢全校同学的爱心。宁波万荣食品有限公司捐款10000元，但来到现场之后看到孩子们的义卖，看到孩子们的爱心，所以决定现场再追加捐款10000元，总共20000元。所得到的34269.40元的爱心款，我们将捐赠给青海格尔木的藏族小伙伴，谢谢你们。擦地的，他们和孩子们一起体验不同的职业。你们在外面等我好吗？他们用心感受劳动者的艰辛与快乐。喜欢吗？太喜欢了。拿好，来，现在请大家排队上车。来，他们用这种方式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劳动最光荣。来同学了，来快快快，3、2、1。Morning。Morning。早上好。这里主要呢就是根据这个信号灯车辆。绿灯走。绿灯走，红灯行。知道。可以跟那些孩子的家长呢，他们是护校队的。明白了。来，坚决完成任务。好，谢谢你。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这条斑马线护送孩子过马路，不让进，车子不能进来，车子不能进来。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孩子们的安全，我要开始我执勤的一天了。来，我帮你吧。哎，
只能送到这儿了啊。电动车注意安全啊，脚是不是受伤了？受伤了。哎，您是慢点慢点。每天早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里面每十秒钟换一次方向，这个灯每十秒钟变一次。注意脚下安全啊，不要跑啊。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的，我觉得是渐入佳境啊。你看现在穿的这个五六斤重的这个铁板的服装呢，现在好像天空还挺好的，不是那么的热，但是等过一阵子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相信每天这样周而复始，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进行这么强度大的工作，肯定是会汗流浃背的。再见，刚才奶奶说了一句跟警察叔叔再见，哇，心里好自豪啊。你在等什么小朋友？送东西。送东西是吧？家长送东西是吧？来，那你给我糖钱。行，那你站在这儿等啊，一会儿等他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啊。我在说话的同时眼睛还要看着四面八方，有车来的时候，有孩子下的时候，我还要去接一下。收红绿灯是吧？对，我跟您去。下班了，下班了。要求把头发全部要戴到帽子里面。哦，就防止这个头发。防止头发掉到行李当中去。还要戴上口罩。还要这个手还要戴上一次性的口罩。这个学校里一共有多少学生啊？有2050个左右。2050个，然后中午都要在这儿吃饭是吗？对。那这儿所有学生都能坐得下吗？我们这个餐厅有2层。他们每天的这个吃的这个菜。菜品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按照营养搭配，一个礼拜就是4次水果或者点心或者酸奶等等。我们早上还有早餐，这就是所谓的备餐区。哦，备餐区，哇，还有水果香蕉，太棒了，我都饿了，能吃一个吗？可以。哎，那我想问一下，那炊事员是不是也是吗？炊事员和食堂阿姨，他们一般是要在小朋友全部吃完以后才能用餐，估计可能要在1点钟以后。哦，真的是好辛苦啊！一般是小孩子吃剩的，有什么炊事员就吃什么。炊事员叔叔阿姨好伟大，谢谢社长，那我们开始劳动吧。食堂我们其实是分色管理的，包括切菜，包括洗菜，都有不同的颜色标记。比如说，这个是用绿色标记的，我们切的是蔬菜；切的用红色标记的，切的是动物型的，还有血的，是动物的。比如说是蓝色的，我们切的是还是含氧性的；白的切的就说是比如说熟食类的啊，或者说杂食类的东西。明白了，这样就防止上当。这是我们的面点间哦，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做这个包子。不戴手套。哦，不戴手套，手洗干净。好了，开始。包子怎么做呀？拿起来做一次。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这样，哎，对对对对。
这对不对？哎，这好多了。哦，哎呀，第三个我觉得很完美。非常不错。对，切的不太好看，但是绝对是正宗的萝卜丁啊。今天我们的中餐是四个菜，哦，两条鱼，两条鱼，这个是什么呀？这是鸭肉，哦，这是鸭肉，哦，红烧鸭肉，番茄炒蛋，哎，这是我，这个青瓜炒蛋，青瓜炒蛋是我刚才炒的这道菜哈，那这个呢？白菜，白大白菜，炒大白菜，大白菜木耳，哦，很有营养啊，哇，两条鱼好香啊，哇，然后这是我炒的鸡蛋。喜欢吗？太喜欢了，太喜欢了，太喜欢了。香蕉自己拿，多吃一点啊。当心一点，再加上景区内的时候呢，最好是大人拉着小朋友的手，
这样的话呢比较安全一点啊。哎，那我们团里还有几个朋友投诉说我话太多，觉得这个我需要改进吗？话太多比较风趣幽默呀，不用改进了，这样大家比较热闹呀。对呀，来，我就说，同行了，同行了，太棒了。哎呀，今天啊，体验了一天这个导游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平时呢，每年都会有至少一次到两次，去旅游的这个机会。说实话，某个时刻还有点小埋怨，哎呀，这个导游可能他的工作不够那么细致，那么周到。但是自己真正体验了一天的这个导游生活之后啊，才发现导游这项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事无巨细都要照顾到，比如像问我这个团有多少人的时候，刚才碰到一个导游同行，可能我都没有脱口而出能够说得很准确，这个就是专业的素养还不够。所以说呢，不管从事任何行业，我觉得都要从自身出发，提高自己的这种专业的素养。借此机会，我也想向全国的各个岗位上的劳动者啊，道一声辛苦了。是贵州省的遵义市，这里呢是湄潭县的万亩茶海，大不大呀？大！我身后是我们县实验幼儿园的老师、家长和孩子们，他们今天要在这里一起来体验一下劳动的快乐，这就是采茶。我先请教一下我身边的采茶老师啊，他是冯老师，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采呢？采多大的叶儿呢？两只手。左边右边然后两叶为准哦，像我这样，哎，小朋友来采一个看看，像我这样的行不行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事儿。哎，对，非常棒。太大的不能，对吧？对，就是，这些茶叶除了机器以外，是不是有很多的茶叶工人在这采茶？对，在没有机器之前都是人工采的。哎呦，晚上都是采茶的。那得多半天才能采这么一篓呢。啊，这一亩吧，大概一两个小时。哎呦，真是辛苦哈！那平常你见过有小朋友到茶园里来劳动吗？我们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一个采茶的那个活动，劳动实践课。对呀，因为有那个少林功夫课，然后小朋友们就从小就学茶，嗯，好啦，小朋友们，咱们就一起开始吧，好不好？好。叫梅坛脆芽，就是它炒出来的哈，啊，阴凉处把它铺开，然后把它的水分干掉，然后放到机器里面，用高温压，对，高温把那个就是那个青草的那个味儿去掉，然后才有茶的香味儿。哦，然后开始打磨，所以啊，这个每一片茶叶都是这个劳动成果，对，哎，不要随便的丢掉和浪费哦。喜洋洋，披得杏花帽。今天劳动高兴不高兴啊？每一次到酒店都看到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房间，是不是？嗯，哎，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么干净的房间是怎么弄出来的啊。你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丁阿姨。丁阿姨好。小朋友好。哎，你好服务员。你好服务员。先得确认没人。您平常一般一天要收拾多少个房间？
17、18个了吧？17、18个。多长时间做一个屋子呢？这个不好说，看房间跟住的上。收拾家务的本领。对呀、啊。哎。但是每次都要两三个人才能那个铺好、啊。你们铺的时候把那个两个角已经扎牢。对。对扎牢，完了再抓这个角。对。去抓一下，你会不会啊？你猜呢？一会儿，你是想看我是吧？好的。玻璃上不能有水。对，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人家酒店的那个车亮就那么亮呢，我们家里怎么擦不成亮？对对，他说这个药水呀、啊，这个药水地上不能有淋浴头发，头发是客人最忌讳最忌讳的一项。明白了。嗯，厚的不用拉，薄的也拉上。还有这个垂条，一定要垂直，要不这样斜的太难看了啊。窗门稍微关一点点透风。没想到我们平常住的这些平常的房间，打扫起来那么麻烦。所以啊，以后啊，再出去跟爸爸妈妈旅游的时候啊，就得爱惜房间里的各种物品，是吧？哎，能不动的就不动了，哎。这样服务员阿姨打扫起来就轻松多了。哎，咱们开始吧。嗯啊，嗯，哎呦，忘敲门了，有人吗？嗯，哟，退房了。第一件事就是开窗户，空气。哎，放音机。哎呦。那你得帮我捡捡啊，这地下这么多的纸。哎呀，好。这样吧，你帮我把那个枕套子弄开。哎呦，好沉啊！我刚才看他拉好轻松，哎呦我的天，啊，掉了！哎呦我的天，手忙脚乱。哎呦我的天！阿姨姐姐，哎，这边怎么样了？我们才刚弄第一个床。哎，刚才走的时候就是这样，回来还是这样啊。这个，你帮我看看，经理是不是比我要快很多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你们俩速度差不多，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去那边看一下啊。刚才我去陈姐那边打探了一下消息。怎么样？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啊？手忙脚乱。是吧？好吧。好了，那你就在这看我的吧。行。自带牙刷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省下来，就是环保。头发，但我检查的时候肯定不合格的。这个水面不能有水。哎，哦，忘了一件事，没消毒。哎，真是刷马桶。擦桌子，不露这个水纹，必须得两个抹布。好，您检查检查，看哪儿还不对。好，很干净，洗得很干净。谢谢。窗帘也没了、啊。窗户要关到小一点。我们就做一个，对吧？啊，就那个。嗯，所以我感觉丁阿姨真的了不起。谢谢谢谢，怎么样，陈姨？
好累，你看我看。做的很好很好，你看厂铺的这么标准，我都没有铺，你三线都对齐，我都没有说没准，希望用我们的行动来告诉所有的小朋友珍惜别人的劳动，我们还小，长大了呢用劳动来建设祖国，而现在呢就应该爱惜像清洁工啊，劳动成果，哎，垃圾箱多的话集中一个垃圾箱扔，对吧，哎，有的时候不要把一些汤汤水水水果呀什么的扔得到处都是，劳动最光荣。慌张了，还有点紧张。再拿两片消毒片，然后把它弄碎了，摇匀，摇匀一下。哎，对。然后把这块毛巾呢洗一下。先用普通的水去擦普通的水，先清洁桌子，再去把它擦一下。手指搓一搓。始终他的腰是弯着的，腰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保育员阿姨